游山茶坊就是游遍名山访名茶。我们的访呢，是言字旁，并不是土字旁。在早期二三十年前，山上的路是很难走，茶商啊，包括说茶行，是要到山上是很困难。在这情况之下，我们就把茶做好以后拿回家，采购商就会到我家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跟他讲说，山上啊，人文啊。茶生产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等于他自己到了所有的山上一样。茶不只是一个情感的作物，而且呢，它可以将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用心传达给每一位爱茶人士。当他喝茶的时候，或许他不懂，但是喝到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有所感动，因为我们有多少的用心，这一个茶汤倒出来以后，喝了以后就会有多少感动，这是一定的。不管他喝懂不懂，或者他今天不懂，慢慢久了他懂了以后，他有所比较，那当然他就有感觉。我们常常会说的沉静之美，当他很宁静当中是有一种美学的因子，那种美学因子是从视觉到我们的感官，到我们所有的身心灵的一个放松。我觉得传统的工艺呢，却能够更代表台湾茶，也更能够代表洞顶茶。所以说制茶不是说我只有时间，为什么它不能复制？好，不像科技产品，我只要研发出来任何人都可以去做，它就要靠我们的眼力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嗅觉，是用眼睛的观察力跟嗅觉的一个敏锐度，加上自己的经验，才有办法做出一道好茶来。一直都是茶养活我们，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传统留下来。我们常常说的坚持嘛，啊，新的事物我们接受，不让自己落伍。但是呢，传统的一定要保留，因为它是非常珍贵，一旦失去了，没有传承，那当然将来就不会有自我。